民众报案时间以及员警到场时序，确认本分局辖区派出所相关值班干部、代班干部、值班警员有通报错误，未主动指挥调度以及处理积极度等疏失，分别核处一次至两次申诫之行政惩处。另外，派出所所长内部管理不当，核处申诫一次，共计5名员警遭到行政惩处。